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文理双修》，表演者关九海、张肖白。感谢各位啊！哎哎，谢谢您。感谢各位啊，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是谢谢北展的观众朋友们，对，哎，谢谢您各位啊，对，今天特别开心，高兴，我这个九零师哥包括九龙师哥两个人第一次在北展举办自己的个人专场，哎，他们两个人也非常的开心高兴，好家伙，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呀，哎，喊出来的都，他们俩这也好有一比，怎么比啊？就跟那个武则天死了爷们儿似的，怎么讲？失去理智，那扑棱蛾子都找你玩来了，哎呦呵，傻了吧唧的一天到晚的，就显摆他有点学问啊，不是显摆，就是有。让他们两个人下去休息休息，嗯，这场呢换到我们哥俩了，哎，有认识就有不认识的，对，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您得说说，先介绍他吧，先说我，这是我的搭档，对，叫张肖白，哎，是我。谢谢您各位，哪儿好了呀，就你们这帮老观众天天北京小园子串流的这帮人，哎，你看人后面的观众都懵了，嗯，对，谢谢后面那谁 后面、哎、后面谁喊好呢，再喊一个我听听，好个屁，有什么可好的，你这个臭捧哏的有什么可好的，就不好，谁惯的你们毛病，一介绍捧哏演员就跟那鼓掌叫好的，我们平时在小园子演出，平时出去商演去，一介绍他是张肖白，那观众都起来啊，呸！哎呦呵，我啐死你！您最近注意吧，甲流啊！哎，在台上你说这个啊？废话，啐我像话？张肖白，你姓张？嗯，你别嚣张！哎，老子的拳头硬邦邦，我去过嵩山和武当，小心给你的裤子扒光光。瞧这个流氓的样子，嗯，我姓张就不行，对吗？对了，今天谁的专场？我管他谁专场呢？你念一下，来说一说。玲珑啊，哦，就不说这姓是吧？对，哦，把这名字给划过去、啊，也怕他揍你。嗯，介绍完他了，介绍一下我，说说你，还有很多朋友对我不太熟悉呢，也不认识你。我姓关，嗯，名九海，字萌萌，道号花魁。哎哎，爸爸也爱你啊。嗨，哪儿就来一妈妈爱我呀啊，挺好挺好，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么多呀，为什么，你看我这是模仿人家诸葛亮，哦，模仿古人，诸葛亮吗，仿古吗、啊、姓朱、嗯、名葛，字子亮，有吗，是这么说吗，父姓诸葛，单字明亮，道号卧龙，有没有啊，这有，哎，对了，我的偶像就是诸葛亮，呵啊，但是我觉得我比诸葛亮的能耐还大呢，哎呦，你比他的能耐大在哪儿呢，我活着呢啊、你现在就应该死去，对呀、啊、因为关九海啊，九海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给我的艺名，哦，我师承于郭德纲先生，哦，失败于于谦身上，嗯，你对于老师做了什么，他那么大岁数我能对他做什么呀，什么叫失败于他身上，就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教给了我能耐啊，但是于谦于老师是一个捧哏的，没有教给我，嗨，对吧、嗯、但是我的小名呢叫萌萌，关萌萌，为什么呢，因为我呀为、嗯、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哦、往台上一站，各位您想必也能看得出来啊，我有这个蒙古大汉的样子哈，你们干嘛呀，我上台就这十来分钟，你们老吁什么，这你们这两千多人认为我治不了你们了是吗，我上台还没五分钟，我拖什么，谁让你们给他这个机会呢，我为什么要拖，我们演员是有底线的，可以打破底线，你们要如果加钱的话，我们可以坐你们大腿上被报菜名啊，那得看你加多少钱了，对呀、啊、搂着你们我给您背报菜名啊没有这样的，咱就得说你这个钱你一人挣吗，那怎么着啊，人家都两条大腿你能给人坐碎了，你能，我蹲着也行，嗯，给我拉倒吧，蒙古蒙古确实是我这个确实，就你这样你还蒙古大汉的样子，对呀、啊、蒙古大汉的样子看你看不出来，我们得看天气预报，嗯，你看见了吗，全场寂静了吧，多在北京别使这包袱，就昨天 就你还蒙古大汉，你要真跟蒙古族沾点什么关系的话，你有点蒙古族特产的意思，什么呀，风干牛肉，嗯，
用现在的词儿说就是细狗，滚！气急败坏的样子。你们干嘛呀？对呀，谁细狗啊？王九龙那样的才细狗呢。啊，我哪有细狗？你粗狗，你是？你跟人家比什么呀？人还比你高呢，人还。本来就是，我跟你说，这是大褂挡着呢，各位。哎呀，一巴掌宽厚的护心毛啊，我。挺有、哦、很有血性的一个汉子。你们听我说，你们以为这一巴掌宽护心毛是这么宽吗？啊、哦、不是。那怎么着？横向上台大褂我挡着，我先输一三七 K， 我得，你知道了吗？嗯，记住了啊、嗯、这叫横向、哦、这叫纵向。能给我滚远一点吗？废话，谁护心毛这样长？胸口长一魔方，你这是就是玩，就是高兴嘛，那三七开嘛，三七开，有时候太兴奋了也来一个一九，好啊，哎，反正就说你在台上，你发现张小白你呀、啊，你净这样，我怎么我哪样了？一句一句在台上就没一句正经话，嘿呦呵，你无非就是站在台上显摆你是德云社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呗。你直接骂出来不好吗？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你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考上了。我是不稀罕上你们那个大学，就是没考上。今天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我相信您跟我一样都是没上过大学的，对吗？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把这桌子扔下去啊？我帮你挪麦克风。你别动，别动，别动。我逗着玩呢，逗着玩呢。你都举不起来这桌子。你不是，你上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知道了吗？那是在外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德云社你看看。我是不稀罕上那大学，知道了吗？因为咱说，咱得凭良心说啊。嗯。当年没好好上学呀、啊。嗯。那不赖老师，赖我太淘气。哦。啊，虽然说我站在台上，我也知道，我这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这个机灵劲儿哈。你说点他们爱听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今天约我可以啊，知道了吗、但是我也是有脾气的，能看出来我生气了是吧？你生气了又能怎么样呢？啊，咱们今天事不过三啊，这是第一次啊。哦，前面那些都不算了。对，不算了，不算了。哦，这是第二次嘲笑啊。啊啊啊！那很快就到了三了。咱们事不过七啊。哦，这就是您说的有底线的。对，当时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也爱我着呢。嚯、哦，那会儿我记得上早自习，嗯，所有的学生老师要求七点半到学校，嗯，我五点就去了。您那是补作业去了？不是，提前补习嘛。什么玩意儿？提前补习？提前那不叫预习吗？嗯，老师爱我，让我补习。提前补习？对，能掐会算呀，你是？嗯，我就准知道这篇你学不好。你给我滚一边去行吗？提前就预习，我学习很好的，学习成绩很好的，你别看啊，嗯、各位您别看，我们两个人往台上一站啊，嗯、我们两个人都是80后的相声演员啊，对，虽然我也知道我这个小模样啊，嗯、长得像那个16、17岁的，是吧？那是前年，我说刚才说多少？事不过节，事不过21啊，哦，3721，对。嘿嘿，我真的，我上学那会儿真的我就没想好好学。哟，80后啊，啊，我们俩都是80后，他是88年的啊，我是98年的。你们遇老遇什么？事不过几了现在？你们闭嘴吧行吗？我想说个相声。小孩乐什么？大礼拜一不上学，上课听什么相声？那也没有晚上上学的呀，补习呀、啊。人家学的比你好，你想沦落到像我们一样吗？每天在台上出卖灵魂式的演出。哎，你沦落这个词儿用的还挺好啊，对吧？哎，那你上大学为什么你来学说相声呢？自甘堕落呗。自甘跟你一块演出，同流合污啊，这是。真的，真的，真是98年的。我出生的时候不有那首歌吗？哪首歌？来吧，来吧，相约98。我出生的时候。那这么说你是98生的呀？疯了！我妈上98把我生出来，那你说的嘛？相约98，你是 7-11 生的，你是罗森生的，你是动物园生的，你妈是那猩猩，你是动物园对面批发那衣服那生的，你妈是那大姐，来呀，反正批发衣服。
吓我一跳。哦，不说批发衣服你就误会了哈。对呀、啊哦，早知道不说了。不是，1998年嘛。1998年。对呀、啊。我看你像1898年的。1898年，1998年，知道吗？哎，没那个。嗯，咱俩都一样，1988年生人。啊不。啊。不。谁踩你肾上了？这是。我也得有啊，98年。都已经别老这么乐，乐得我都心虚了都。本来我身上阳气就少，你们别了，不闹。啊，这种乐算不算一次？啊，使不过300啊，使不过300。你应该说使不过三环。随便乐啊，就说呀，你看我是这个，因为什么刚才说我是98年的呢？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蒙古族啊。对，我们老家有规定。什么规定？虚十岁。这是个倒装句，他想强调的是他十岁就虚了。谁告诉你的？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什么叫十岁就虚了？我十岁虚了吧？啊，那几？你们怎么知道的？没有这么玩的啊！拿这当小剧场演可不行啊！没有，我就说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没有，咱俩都一样，88年的，88年的哈。嗯，你像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80后多不多？你这干嘛呢？发这孩子。哎，888的啊，这个确实今天80后来的多吗？后面的能说两句话吗？你们睡了是吗？你们买票干嘛来了？跑这儿坐着来了？尤其最后那几排的，你说你们买那么靠上的票，就是要我是你们，我都根本不进来买这个票，坐门口听不一样吗？什么？退票？谁喊的退票啊？喊退票是吧？把园子烧了，把北展烧了，热乎热乎，我正冷着呢。啊，教唆纵火10年起。大梅，再说了，人家进来买票，人是买完票才进来的。对呀、啊，买那么靠后的干嘛？你看看人前面的买前面的票，对吧？没抢着前面的。嗯，这80后确实是，这是真的，我没骗你们。也不是说十岁就虚了，跟那都没关系。哎呦，那你想说？就是上学时候我们确实没好好学，不赖我，但是我也参加中考了呀，对吧？哦，我参加中考了，而且我中考的成绩很优异呢。中考考了多少分啊？考了60分啊。这里边30分是体育分。还有30分是少数民族。一分没有呗。对呀、啊、多一笔都不敢填啊。我怕刨分。因为我跟我妈保证能得60。万一回去得一负7不合适，知道了吗？你这已经没有什么往下刨的余地了。啊，写几句骂老师的话呀，对吧？没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嗯、尤其在这个初中阶段吧。哦，初中啊、嗯、初中这6年我觉得我学的。初中几年啊？什么99年义务教育。初中几年？吓我一跳，你差点把我尿吓出来干嘛呀？您都没有。人家观众出去撒尿去，我在台上尿台上像话吗？这个您都没有肾了，您那尿哪儿来的？对对。哎，不行这样的。要冷静，要冷静。我这是为了牺牲自己，我说没有肾了，知道了吗？你瞧你这个样子，你比他们俩像那个武则天死了爷们儿的。90哥他爸都当一死鬼，今天在台底下都没说什么，对不对？是他们都把师傅说死了。哦，都死了啊！师傅在天之灵会听见的。哎，你给摁瓷似的。我就说呀，我这当年我就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尤其比如说像、啊、真的我没有什么能难住我的。上学那会儿写作文，好家伙，真的从小学这6年义务教育到一直上初中这3年9年，我天天扶老太太，这作文就没有能难住我的。你们家附近老太太挺累呀、啊、包括什么背什么唐诗啊，唐诗300首啊，是300是吧？都行、啊、都行，就没有能难住我的。到现在为止，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贴春联，嗯，连小区物业都找我来。哎呦，这啊，九海老师，听说您是德云社最优秀的相声演员是吗？啊，美国张云雷不让孟鹤堂啊，台上的业务，听我说完了，台上的业务啊，有你谁还看岳云鹏啊？有您谁还看郭德纲老师啊？您以后就是未来的德云班主吧？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回来。 Where are you going? 对吗？英语对吗？
开门，我的门，我的把门。我上玫瑰园告状去。废话，那已经给师傅说死了，你这还憋着篡位呢？你这记住了，到玫瑰园给我 no speak 啊。你是不是想说 shut up？ 对。没想起来，乐什么？乐什么？就您这模样，您还学习好的？哎呦，难不住我，给他们贴那春联呢。我们家自己那个过年的春联，你们都是那个家乐福买的，知道了吗？凭什么非得家乐福？我就我们家门口有家乐福，物美，物美买的，是不是？甭管哪儿买的，你甭说我们，我们家那春联我都自己贴。怎么贴？过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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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了。下联呢？开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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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横批。有没有才？有没有才 ？Perfect。怎么样？就您这玩意儿叫对联啊？这叫什么呀？弹幕。你给我滚！你们家过年贴弹幕玩啊？不是，瞧您这个人，过年了，过年了，开心的，开心，嘿哈哈哈哈哈。那不是弹幕是什么？你应该写 HHHHH， 23333333。二三三三三三，你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张小凡，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听不懂的？一概视为骂街呀。他现在说什么，我都认为是在骂我。就是我说贴春联不容易，对吧？哪有黄纸，上面拿朱砂那写，不容易。哎，这是让你们家一家子都别出门是吧？防止我出去破坏去是吧？是上你们家串门算盗墓。这个确实是唐宋元明清嘛，啊，每个朝代都有诗人，中间还有一个五代十国，您老师没教我行吗？老师没教我行吗？好，就诗就没有能难住我的，对不对？哎呦，诗又没难住你会吗？会呀，你这张嘴能张嘴马上来一个吗？当然能，耳熟能详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张嘴就来吗？你们是不是神经病啊？没听过唐诗是怎么着啊？哎啊，宋朝写的。他宋朝写的也是中国人。行，中国人写中国诗没毛病吧？没毛病。有外国人写中国诗的吗？有。谁呀？唐朝有一个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叫朝衡，人写那三立山头月，今宵海外明。你给我滚一边去。对呀，老师怎么什么都不教我呀？那是你没学呀。我呀，真的，反正哎，咱别说这个了啊，咱别说这唐又不说了。哎，就是唐宋元明清吧。啊，对对对，唐宋八大家有没有？都是哪八位呀？滚。你怎么老有这个字儿呢？你这你先把他暴动了再说。那也不是送你的，别这么不要脸。这多少朵呀？599。哦，你看看人家这个南方人说699。你管人家哪儿人？你甭说这个。普通话好标准。啊，标准。嗯，确实是不错哈。嘿。这个他没有刨根问底的聊天，知道了吗？你不说出唐宋八大家吗？我文科不是很好，文科不是很好，我承认文科文科不好了。他我觉得我理科还是不错的，理科又行了。哎嘿嘿嘿嘿嘿嘿，物理化学都没有问题，你看全在板上，物理化学没有问题，你看，物理化学没有问题，你看了吗？跟卖那个蟑螂药的似的。不行，我太累了，我吃一口啊，太累了。没有台上吃这个，没有台上吃的哈。哎呀，真的，我觉得物理化学我还是不错的，这是凭良心说啊啊！你比如说那会儿，我觉得学数学的时候就是理科嘛啊，有那些符号，什么阿尔法、贝塔有没有？有，哎，阿尔法、贝塔、sin、cosine 啊 ，tan 它 ，cot 它，啊 ，delta、cot， 哎呀，这就不要抠了啊。就这个符号，这个希腊字母不能抠，对吧？啊。Dirt 这不能扣是吧？哎，对对对对啊，什么 smoking no smoking， 这都是当时学的。啊，怎么还有禁止吸烟呢？您这个 no smoking。对呀，上学时候不让抽烟，你上学抽烟呀？我也不抽烟，对不对呀？不是，您说这些个，您都说出来是什么吗？哪个叫正弦，哪个叫余弦，哪个是正切，哪个是余切？
我不跟你在台上探讨剖腹产的事儿。你看，谁跟你探讨剖腹产了？什么玩意儿，在台上正切侧切的？你老在哪儿干嘛呀？这个呀，是不是你说这干嘛呀？要正切鱼，谁跟你说这个了？对不对呀？我跟你说这个，我就多余跟你说，对不对呀？我们上学那会儿，上了初中以后，稍微人稳当点了，老师带着我们做那个化学实验。您还做化学实验呢？嘿，好家伙的！哎，好家伙的，来了吧你们俩？你先别跑了，咱先他们俩来没来？咱先说说化学实验吧。化学实验怎么了？嗯，灌牛海化学实验好着呢，能看出来没问题吧？不是，咱先问你，化学实验第一步应该干什么？你知道吗？人得活着。还真没毛病啊。没毛病吧？啊，挑不出刺来。那个南方的那个朋友，看我。你玩什么手机呀？你是听相声还玩手机呀？你是说相声还是怼人家？调节一下气氛吗？不用你调节，咱们的任务不就调节气氛来了吗？不用你调节，他们已经很气愤了。对吧？做实验嘛，各位没毛病吧？不是，我问你，实验那些器具你都知道吗？什么器具啊？不是烧杯啊？就是那会儿拿了个小烧杯嘛，嗯，搁硫酸那个小烧杯，喝小烧那个杯子，对吧？你怎么着？你还要把硫酸干了？对啊，东北话叫散漏子，是吧？散漏子，烧杯、烧瓶、集气瓶、广口瓶，还有试管，知道试管夹在哪儿吗？夹在婴儿身上。这又是为什么呢？试管婴儿。能难住我？你要不还是研究剖腹产去吧你。还有什么？不是，就是那试管口应该朝什么地方？不能朝着长辈，不尊重人。没毛病吧？要不有海上学是活学活用啊，要么您那个烧杯它是喝小烧的杯子呢，对吧？那会儿做实验嘛，戴一口罩，上了初中为什么才做实验呀？啊，就是因为人稳当点了。嚯，你这边拿一个那个小的叫什么来着？小试管。试管。拿小烧杯，嗯，倒进去，这会儿拿着右手接过来，把口罩一摘，白烟喝了，啪，没毛病。怎么没烧死你呢？水水，没有那样的。知道吗？知道什么是水？水的化学符号是什么？H2O。 对了，氧气是什么呀？ O2。 你看看，我都懂这个。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嗯，这个吸入的，吸入的 O2， 没毛病吗？没毛病。呼出的啊 CO2。 是 CO2 是什么呀？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啊。二氧化碳，宝贝儿们。哦，哎，相对分子质量是多少？滚一边去。你干什么？还有两分钟就完事儿了，干什么？这没声儿，这个啊！你在台上玩什么命啊？让他们俩一会儿玩命来。我觉得小笑话得了。我觉得现在是你在玩命。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完了，对不对？行，你说什么是什么？我说的没毛病。吸入 O2， 呼出 CO2 啊，放出 N2。对吧？你放出这玩意儿够纯的呀。N2 氮气，你们乐什么呀？这有什么可，这是知识。我们不太乐意听知识，我们想吃培根。你干嘛？南方的朋友站起来说两句啊。找不着话头就是他。啊，还放出讨厌，放出 N2， 对不对？对不对？不对， P 就是 N2。 谁告诉你的啊？那是因为空气当中主要这个含量是 N2 啊。嗯，咱们在天天在空气当中吸 P 玩呢？不会吧？哎 Oh my god， 空气当中21%是氧气，70%多都是 P 呀，啊，太恐怖了！78%是氮气，加屁，你就是那屁，你可怎么离不开这个屁了你？不是你刚这么说的，哇，哦，九海的小脑子转过来喽，哎呦，转明白了啊！知道了，我知道了。N2 氮气，氮气就是沼气，对不对？沼气，乐什么呀？这知识知道了吗？都是臭臭的。没毛病吧？就是他们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说错了呢？我没有说错呀。沼气是甲烷啊，咱们这一肚子都是甲烷呀。
那以后做饭不用灶台了，上那儿放去吧。你能持续的往外放吗？那得看吃多少黄豆了。你给我滚那头去。你能保证你放出来的都是气体吗？我跟你说，等死吧啊！等死吧！告诉你，今天台上不是你死就是你亡。我告诉你啊，你是着急给我打分儿吧？张小北，张小北，我从来没这么生气过啊！我就现在，我考你一个问题，是一个化学的问题，你肯定答不上来，你信吗？不可能。O2 是什么？氧气。H2O 是什么？水。O2 加 H2O 等于什么？什么呀？元气森林呢？去你的吧！